君特别来唱好听的歌曲。现在是全部人后面拿椅子往前，是往前才看得到你啦。这样子比较看得到，是不是？是是是。我还以为他们那么聪明，知道我今天难得下来有带小礼物。绝对不是冲着小礼物的，真的是冲着你来的，真的。刚刚你还没到现场的时候，大家一直在问我说：“对，海军到了没？海军到了没？”因为他们很想去跟你拍照。OK OK， 等一下我会留一个拍照区，就在这个地方。啊，我要到下面收钱。收费，开玩笑。今天这个一年一度的这个虎尾毛巾节，是我真有福气。我刚刚站在台边 stand by 的时候，我就接收到虎尾，亲爱的朋友们，你们满满的福气，真的真的，今天接收到，对不对？现场来了非常非常多的长官朋友们，都非常重视这一场的活动哦。有我们的县长张县长，对，还有很多的议员代表朋友们，还有我们中。掌声鼓励好不好？哇，最用心的，有他的带领，我们虎尾才能够这么的幸福，没错。所以海军刚刚那个我们家俊伟也有说，是明年是毛巾节要扩大办理啊，那正从云林县开始办到台中彰化，巡回像你们开演唱会一样，开演唱会一样巡回这样子，真的。哎，这个毛巾节叫春联，对，真的。后背毛巾的当中吼，只要是咱们日常生活都需要啦，没有错。对，后背出上来吼，大家拢干嘛避暑佳作？哎呦，我都该当。对对对对。毛巾有没有贴近在我们的肌肤里面？一如咪咪，哦哟，有料哦，有感情，对，这款就是台湾味啦。对对对，喂，海君，那个我们的金曲奖哦，是落幕，我知道你也入围我们的这个金曲奖，对不对？哦，那金曲奖这个跟我们现场朋友分享一下吧。分享就是有入围，但是还没有那个缘分得到那一座金曲的奖杯回家。但是今年就不简单了。但是今年呢，已经在筹备，然后明后天也可能准备要拍 MV， 然后拍宣传照。是，所以也有新作品要跟大家见面喽。对，然后这次的新作品呢，我又调整，等于是规模跟整个风格的大调整。好想看哦！想要给不同的爱我的粉丝朋友们，还有一些新朋友们，不同的珠海剧。是，有没有很期待？啊，哇，我们的时尚天后。真的很谢谢他们，就是不管我是在哪里的任何的一个表演，对，总是会有着那个海军的粉丝朋友们到现场，真的，真的。像我前几天刚从马来西亚回来，是，然后还有我的粉丝朋友们很可爱，他就说，那我是几号会到那边，然后他要搭什么航空才能够到马来西亚找到我？哇，真的铁粉呢，谢谢你们，哇。真的，他们也爱你，然后那呢，我们海军唱歌真的是超级好听的，很感动哦。所以呢，很多朋友都冲着要来听海军唱好听的歌曲给大家听。今天当然呢，就是一样有安排一系列。今天比较特别，怎么样？怎么说？配合毛巾节，所以要独一无二。当然。所以呢，今天我把我的一些招牌歌曲都带下来给你们听。哇，真的好棒！所以今天来到现场的人都是最有福气的。所以我们是不是来听我们海军带来好听的歌曲？对，刚刚慧兰姐有提到，就是主题曲。是的。所以这一首歌呢，也是配合过那个《民视八点档》《春晖版落》的那一档。有没有看过？有。真的哦。那可能我唱出来的话，你们也会唱，对不对？会不会唱？有可能。如果会的话，我们就一起唱，好不好？好不好？好不好？我的热情给我们海军，好不好？那你们要稍微讲话回应我一下，不会聊这么多，你困去，陶醉啦！谢谢你们，来掌声给我们的朱海军。